而且奖状亲自发到家长手里。一屁血没呢，我不信。我不在乎，谁血是血，我就要听。这是我精心整理的考试重点题目，只要把它做完，第一名就是我的了。耶！炖蘑菇，这是你私人定制的高强度学习课程，这位是麻省理工的高级教师，你赶紧学。太好了，第一名我拿定了。你们以为偷偷摸摸学习就能赢过小品吗？其实我是小品扣篮的替身，戴上了3D打印的面具，真正的小品早就在全力冲刺复习啦。成绩出来了，这次的第一名是弟弟。除了光头、眼镜、长裙之外的所有人，冰点第一。题目这么简单，认真听课了都是满分。你们三个呢，字写的跟狗啃过一样，阅卷老师根本识别不出来，直接零分。